今晚咱打破了大变数。希望你平安，无忧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哎，请儿童节目。阮是依靠爱的路风中，生在是孤孤最呀难过送。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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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来去笑。希望你平安，你有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阮是依靠爱的路风中，生作是孤孤单单过送。希望你平安，你有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我扮Gangnam Style。一道山啊，一道山啊，一道山啊，一道山啊！哈哈哈哈哈哈！无啊，无啊！你要看我甲范伟咧？你使劲吃你的力量咧！你不要提古代迄支牙来倒一支，真正有影，达波你搁里遐菜。伊这俩没呀？啊，俩没呀？这把给他开啊！公公买呀，公公买呀！哎，对，哦，俺导播这边都真厉害。导播问你，你又演个什么玩笑？我是哪里准备得济？各位本来个赛季，你讲愈讲愈大机，愈讲愈大机啊！连刚一上来，给卡到来看。芭蕉扇。真样。啊！你这边客等于无啦！啊！你讲叫客起来呢，你无叫客去走啊？哦，我未记遐聊天啊。系啊，故意人啊。一、两、三。好啦好啦。安那啦，足热吼。啊，可以。我感觉热天，感觉足热啊。没啦，没哩啦，没啦。你为什么热哩在？为什么？你那边该讲你哩啊？出来啦！出来哩！老师，你有咧很讲啦，你唔免安尼，你袂热吗？我的力拢管你伫你遐呀，无怪你的小气对无？对啊，拢伫我遮啊。我安尼管对一支落，安管对你遐去安。我一支拢等你。真正有影实在。好，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哎，今日是算今年度第一天。第一天。老师，你昨讲加工等你吼，咱们昨个爱开始洗身躯啊，对无？我昨等一个洗身躯啊呢。是安那？洗身躯啊，用咱旧年的啊，哦，甲洗掉，嘿啊，遐无好甲洗掉，对对对，你是我昨暝无洗啊，你昨暝无洗，你啥人无洗身躯啦？因为我旧年改好了，我无可能洗掉。阿洗，我旧年才好，我会当甲洗掉伊。啊，你这唔够免用掉啊？啊，啊，你这即地更无用掉啊？规内面的人大家拢有洗过啦。好，即地我讲听，即地我会留阴暗卡洗，今年都开始够好。哎呀！哦，对不？啊，咱旧年啦，洗无掉，要安怎？今年搁洗哦。好，老伯山。嗯。这地、这地、这地啊。嗯。这地爱爱起开洗哦哈。可以照诶。咱的元宝啊，起开洗。旧年诶哦。哎，旧年诶。对。起开洗洗咧，何里安尼？规身躯安金银财宝啊！厝内面大家说，你听我听我话，绝对袂唔对哦。从无好洗掉。今麦洗洗来，开始变好起啊！我们要发大财了。对，所以我们不是做高尚。咱台湾全省拢会发大财。全国啊！真正有影。好的。好啊。安娜。啊。安娜。迄个该人恭喜啊，该人恭喜啦。好。啊，有洗就洗，啊无洗，今仔洗哈。对。咱昨昨暝我也无洗，原因。我旧年都盖好，你要叫我洗？
我一定要给他留嘞，今年搁甲写一个经文再报嘞。哎呦，愈来愈好，愈来愈旺。大木大背了，对不？大木大木大木。有啦有啦，嘿啦，安尼我唔得当照顾我只老婆。哎对，你只安尼将你的气、你的福气，安尼加分养给咱老婆仔啦呢。你唔知啊？你对吧？给咱老婆仔个好过年头冬诶。你猜一下。老师，你吼要干鸟大，你加做个药咧。干鸟大，你干鸟大蛮很出出力啦。你无鸟大。哎呀，无干鸟大啦。哎呀，加做个药。我你头拄讲你无干鸟大，你真。我问你听啦。我听老师讲。干鸟大有干鸟大的药法。药法。啊，无干鸟大有无干鸟大的药法。无同款吗？我跟你说对吧，我真的。我这样做赶快嘞。是不是做赶快嘞？我们要跟我呀。啊你老跟你说对吧，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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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招是台湾专线，我挂专利的，你看屁都拢看得到啊！对嘛？哎，头拢未叮当嘞，有辛苦你啊！真啊！嘿呀！哪有人安尼啦？这叫做功夫。你敢知你即卖是人的偶像？你敢知咱台北市内湖区遐偌济人足欣赏老师啊？你搁伫遐嘿？那那那那那那那？就是因为我安尼应该。欣赏你哦，哎，迄不是讲查某人欣赏，迄含查甫人个咧欣赏啊，真奇怪呢，欣赏安尼安尼安尼哦，奇怪卡安尼，好啦好啦好啦，咱今日只笑有人伫遐咧摇咧摇头平甲，我昨去撞到我一个朋友啦，恁朋友呐，啊我一个朋友都伊算两。检查到有两种癌啊！一个身躯门顶有两种癌。伊起头是发现一种，啊，尾来去做迄个正直迄个照摄影吼，哈，佮照着另外一种。哎呦！所以有两种，哎，安尼。安尼变哪？敢有法度做化疗？我已经伊头一种是做隔离治疗，第二种爱佮做化疗。哎呦！啊，你这化疗进咧化疗的当中，啊，等我等着啦，怎等着啦？啊，当着伊咧问我们讲，啊，你是安怎健康的啦？哎呦，像我走路来路用啊。问我是安怎健康开？因为较早我阵迄落发现着啊，已经买期啊。医生讲我剩三月日啦。我这个朋友吼，在咧搞苦劝，啊，你也想较开个啦。啊，得安怎都安怎，怎我着那讲，你想较开个。你是那想未开啦？哎，你也想好开。你那想未开啦？啊，有我伫个，你免烦恼啊。哦。你的经验，予伊个会使啊嘛。啊，以前我咧艰苦，伊唔敢讲，有我伫个，你免烦恼。伊即句话唔敢讲。无人敢讲啊。伊没得能力啊。嗯。啊，正话讲，免烦恼，你想好开。有我伫个，来就不啦。伊继续安心，继续放下定啊。有啦，啊，伊有。为咱开始的，咱每开始的用我的方，我的观念跟方法，观念跟方法，给他用下落呀。啊，迄绝对无问题啦，无问题啦，绝对无问题。对，不过老师一定一向拢跟老婆仔讲，一定爱看医生，配合医生了定。这医生未使无看，你哪讲无爱看医生，干来要用我的观念跟方法，我是反对的。好好。哦，咱安尼是未使。而且人耽误掉啊。我家己都爱看医生啊，现在你唔免看医生。对咩？哦，对不对？所以咱做人，咱讲话，咱做代志。这就这两个人啊，该对就对，唔对唔对，袂使乌白来，袂使为着你有要得到什么好处，啊来就叫人哦，这个医生免看，你叫人去死呀？个对咩？袂使安静。含老师含你听讲，我叫个爱看医生就看卖。真正，啊当然啦，看医生也不一定大家成功啦，但是要会成功，咱就是当然爱个有家己的办法，家己的观念，家己的方法。安尼来配合医生，安尼你就会成功啊！上个重点就是讲吼，一个爱结着好姻缘，看着好医生诶。一定爱有好姻好缘，咱先生缘主人方嘛，对不对？古早人就安敢讲啊，今天搞我炸掉，你知无？哎呀，收落来！哎，你搞我炸掉，安尼无我变啦！好啦，咱来来落啦。起码我未跳啊！来啦！机车舞，老婆。来机车舞，来预备。站起来，机车舞，噔噔噔。
四一二三四，再唱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上唱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唱一二三四，再唱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上唱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唱一二三四，再唱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上唱一二三四。哟！啊！机车舞啊！啊！赞嘞！赞哦！啊！哦！我今仔有淡薄仔喘。哈哈哈！咱讲实际，有水无啦？水哦！啊，老师你今麦有水呀、啊？啊，恁有嘴烂，我无嘴烂人，你讲安尼？哦，老师才要开过刀，所以我都生烂，小胆。天气若愈冷吼，我的嘴就愈紧，答应我无食未生烂，拢爱靠啉水啊，补充啊，补充水分。嘿啊，啊这较早当时开刀迄阵都蛤蟆无命嘞，好佳哉阿伯甲我救掉。好佳哉，众生。哦，啊我即马甲这成功的案例，有哪要甲咱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朋友讲？对。咱若是身躯顶有生一挂肿瘤，恶性肿瘤，你也免烦恼。免烦恼。即马医学个进步，啊配合咱的观念教方法，甲留嘞，甲救嘞。张伟，你叫你渴了，你没烦恼了。叫老师赶快健康，赶快备用。天放落来，我给你压嘞。有业，我给你打嘞，你没烦恼啊。无人敢，你讲敢，老师敢咧。讲这个，哎，上届无啊。相当的天，哎，有几斤重呢？敢不敢呢？什么什么人敢讲？对，天公阿囝个。啊，无敢要，还免讲要掠鬼，掠我看卖个。真正，那什么人搞讲伊个要了鬼，我真正要来领教一下。嘿呐，啊，真正。哦，我要甲领教讲，啊是安怎了鬼个？哦，你安怎哩啊？你了我看，我含你来一个。哦，证明一开始你就了着鬼。对。啊，真正我也是真。介济代志哦，哎哎，真功夫啦。不是凊彩讲讲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对咩？真人不露相，露相个非真人呐。真正，我你讲，我大伯叉叉叉，介厉害呢，一头到尾真正是真好去吼，真正。无话讲的咧。吓啦，好啦，我即马要来讲到阮细汉的时阵，阮细汉的时阵吼，你东港嘛吼，啊，阮爱去掠鱼仔啊。鱼仔呀。嘿呀，掠鱼仔吼。鱼仔唔上市的哦。无啦，以前的鱼仔都爱去海墘哦，用鱼仔啊钩啊来撸鱼仔嘛。啊！迄鱼仔啊，哥啊，迄爱有功夫诶，迄无你夹袂开，伊迄交叉嘛吼，伊安尼撸伊嘛，撸伊安尼。啊！你要夹鱼仔遐哥啊吼，你爱一手，托一根，一手起咧，啊只大腿顶咧着吼，啊就一刀咧，哎吼。哎，真正会晓哦。啊，得一个进风。进风。哎，爱进风。逆风个着啊。哎，爱逆风，哎，你进风，你小可夹扑开，伊风就甲你散关开啊。啊，你若是顺风，你夹袂开。哎呦！伊风甲你吹倒咧，你夹袂开。这拢经验淡个对哇。经验淡。啊，那么你掠这鱼仔，有哪看流水呢？水安怎流？安怎流？有时啊，迄个看，迄个若是南流来，迄阵来掠到鱼仔，啊，若靠流落就无鱼仔啊。老师，你掠鱼仔，掠到真正拢会晓去捞呀？阮做囡仔都拢掠鱼仔啊嘛。拢变达人啊咧。哎，那达人我是唔敢讲啊，阮皆有经验啦。以前那些老鸡啊挖落来吼，有当时啊，你若要走走袂哩，叫挂出去，啊挂出去免惊。我老爸甲我讲，你若叫挂出去海里吼，你着鱼仔遐个卷卷个转蛋的做铺汤，转好流好流，等下伊着流去平安里边啊。真啊假啊？啊无你讲看海墘啊。有遐侪垃圾，遐侪叉壳，安怎流入来？伊袂流去大海呀、喔？袂，都离大海就来流流入来，要到倒啊大海出去。啊，唔可以半流拢会一直喷。哎，就是无经验嘛。啊，你就为只流出去，伊就流去平安一摆。放我流的咧。哎呀，无你压袂入来啦。好，我懂。压袂入来。那么有当时啊，迄个南流来，拢爱等，有啊等到暗时
翻十二点外，你知道嗎？哦，你从十二点外开暗嘛嘞？真暗啦！一摆我含阮一个换贴嘞。好，恁当讲诶。两个人迄只啊哥啊夹嘞吼，爱顶头顶啊，较早无咧用，无用手机嘛，即个手电要点点顶头诶啊。顶头诶啊！咱真咧蹦蹦山呀！蹦山呀！蹦红牌啦！迄顶头顶，啊，着吊伫头前啊，跟个啊行。那么以前诶，爱买去镭仔经过蒙波，一定爱固定去吊。啊，遐有骨路条，但是爱经过蒙波袂靠海墘嘛。啊，规片拢蒙波，你看要倒一条嘛无要紧。但是蒙波以前无咧整理，以前蒙波的草啊，覆甲比人较悬啊。所以哦，你若咧夜店钓，啊，即马哪咧到挖挖到细过时喏，咱个鱼仔啊，过来去揢着个草啊，啥一个？啊，你会定来感觉讲奇怪，后壁阁是有人咧对你。哎呀，有鬼！啊，若白天阁还好，日时阁有日头哦。顶悬虽然内面遐有树，是还好。暗时暗飕飕，你若说过来，后边啥一个？啊，说过来啥一个吼？你安尼牛铃的那行那去给我背。哎呦，好可怕！以前的人真正讲介有胆。啊，不是，迄鬼不是甲叫个会惊你呀嘛？听人安尼讲的。我讲你听啦，那鬼上惊就惊叫鬼啦。叫鬼神啊，讲啊！爬树叫啊，也青头盲啊，别走啊！哦，鬼个惊一下就对啊！鬼上惊叫鬼啊！你若爬树叫啊，青头盲，咱撞咱撞，那叫鬼！哎，弄掉咩？哎，鬼要弄掉，那讲哦，我够衰！哎，鬼有那去收惊嘞？因为那叫叫鬼惊着呢！鬼在车上收惊啦！我哪知？第一个听过。有一摆，阮去咧掠鱼仔，啊，鱼仔即马是毋是阮咧汤啊？甲阮迄落肥虾，肥虾较早用个肥啊吼，啊破病个，肥虾咱咧即马鱼仔啊撸起来倒咧肥虾咧笑鱼仔嘛，飘，哎飘啦，哎咧笑鱼仔安尼啦，啊，迄个所在还有点一趴顶啊火哩啊，咱若落水咧撸伊到因头个撸倒转来吼，咱就知影讲。啊，咱的汤啊，里倒位汤个起来笑鱼仔啊呢？哎，你看麦呀，咱如几只？哦，莫做起，阮咧换条鱼哦，一抓来一抓去，一抓来一抓去，伊拢无起来笑鱼仔啊！啊，伊是拢无撸到嘛，无太了解。对啊，我拢奇怪卡呢，我都咧撸个咪笑什么笑？我啊，你干无去鱼仔笑笑？老三，你敢有去哩笑鱼仔？有啊，我有去笑鱼仔。啊，伊无，啊伊讲，哎，我唔敢去哩，讲伊唔敢去哩啊。他唔敢去哩。伊讲，我看到吼，迄一个吼。无下半身咧，甲顶半身伫遐咧看咱的鱼仔，我唔敢去。这个人假啦！落尾手我去家发现，原因唔是无下半身啦。啊，无伊咧，伊是虾米货？因为咱迄顶下货咧点点点，啊点咱是咪惊风会甲咱吹花呢？啊有用一个炸的嘛？啊炸的伊这个所在都暗暗啊。啊，照到是刚刚半身啦，啊，所以伊看到人半，人伊爱看你有露营，你知无？哎，人惊人啊！有啦，因为咱是不是那诶顶吼顶啦点到，啊，咱有风嘛，啊爱用一个炸的，咱咧顶下有一个关着炸掉的嘛，啊炸掉伊个光线会照光啦。哦，伊是安尼，也，咱我伫这边遮，你着，这边遮光光遮着暗暗嘛。对。啊，你若厉害人家看起来哦，你敢看到点，看到点半身呢，下半身都暗的。哈哈哈！哈，哎，当作鬼啊，我唔敢起来。有够无路用的，真正。对，十波人遐惊着。超级。哈哈哈！哈，功夫。太紧了。Yeah!
来天刚收回，收高单点回吹下吧。爱天刚卡真掉人啊！好，我讲讲伊，哎，伊就先正平一点，正平一点，倒平一点，倒平一点，头前一个后边一个后影。二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考起五年啊，不要紧啊。好，我讲闺蜜，哎，我的妈！是你。我的妈！是你。啊。啊。真好。忝。啊。忝。安尼算忝哦。嗯。好。唔知影讲吼，这老师发明火鸟公安尼，遮尔啊超屌。阮家老婆三年火鸟公练到大家身体够用诶。嘿咩？阿舅妈来。超级笑啊！讲笑话啦。你啊，搁较正经诶，人今日吼，要个是老师，那今日是元旦呢。元旦哦。元旦啊！没看过诶，元旦。我当作是元旦呢。元旦，咱今日要庆祝元旦。我来讲诶，阿爹啊去参加咱咧跨年呐。耶、yeah, ！我来去跨年啦、喔！哎呐，啊，徛好多摆啦，啊，累残呐，哇，无困呐，无困，啊，看看要回来刷累残呐，精神歹啦，哎呀，啊，累残往上去病，嗯、啊，病院要来甲医生、护士先来甲看伊到底是累了有食力无啊？严重无？哎呦，累甲规身躯啦！哎呦，这严重哦、喔！哎呐，即马护士就我来甲等，等下等下。啊，医生，你先摸大腿摸看卖，看有感觉无？安尼啦，摸大腿啊！对啦，啊，即马阿呆啊吼，得为护士的大腿甲摸个摸个吼，摸个嘿。哦，护士姐，我会感觉食。喂，我是问看你的大，你家己摸你的大腿呀、啊？摸看有感觉无啦？你煞去摸我的大腿，佮摸到一夹。哎呦！哎，护士小姐，我知影你残哦，得当蒙小蒙护士的小姐，下关的小姐的大腿哦，我大家嘛要来练。这太伤心了，这么正经老师，你讲讲。人家护士是叫蒙伊的大腿，蒙看伊只骨感觉无？有感觉无？受切了有严重无？不是叫伊蒙护士的大腿，啊，伊蒙大腿讲哦，又咪咪了。我正经诶、啊啊，我讲一个正经诶、啊，阿花女啊，交我因三个哦、喔，三招人啊吼，足爱比诶呢，比啥？伊哈那是骑名牌包，伊嘛要骑名牌包安尼啦。即摆查某人拢安尼呢，足爱比较诶啦。介喜欢。啊，要食物件嘛是爱比较呢。真正、喔。有一天伊跟你讲啊吼，阿爸佮讲啊吼，吼，你拢无我遐尼啊贤食。嗯。哈哈哈哈哈哈！安怎你食几粒卵？你哪知？你敢知影？我下早要食一粒鸡哦，食只鸡啦，只鸡，食一只鸡哦，食一只鸡。嗯，你唔相信？我只鸡规家伙人食袂了，你食一人食只鸡。我唔知我食一粒卵，卵食去腹肚内底一个补补变做一只鸡啊，所以我下早要食一只鸡啦。鸡。鸡也是能孵出来的啦，啊、所以你吃一粒能就顶吃一粒鸡，只鸡就对了。啊，这卖路也就输人唔输阵啊。我当然输阵歹看面啦。哦，你吃一只鸡无算啥。佮有哦。我吃偌济的鱼啊，落我腹肚内底啊。你吃足济鱼啊？嘿啊，因为我吼吃一块乌鱼子。哦。迄一粒能吼，一尾鱼啊。对，啊，所以我吃安尼尔。吃安尼尔呢？吃安尼尔。你咪看吃安尼的鱼啊。哦哦。即卖阿娇儿讲啊，你俩无算啥啊？欸、我还在套账有无？套账？套账咯！哇哦，讲偌济人用不到来电呢？是不是头阿不出来是怎样？真正哦，你规头家拢个得晒啊！得得遐有诶无诶？你讲只我讲啦。讲安那？阿花。阿娇啊，阿女因三个人少少走去关怀啦。哦，去关怀哦。关怀一下，救人一命。好，真正。啊，去关怀，搁有500块通去赚啦。对，哈，搁500。对啊，去因咧关怀，搁有500块通赚的，啊，来去咧关怀。啊，一半的时阵，阿呆啊，胃内面惊出来啦。嗯。啊，伊讲，阿呆啊，你来创啥？哦，你嘛来关怀哈。较会对内面惊出来。好。恁关怀伫外口啦。啊，你内底。啊，阮关节的伫内面啦，哈。
关精哦。关精。哦哟，查甫人对啦，查甫人有精对啦。会当关黑哦。啊，你有那五包？无啦，我那关精五万的啦。哎哟，关精五万哦。我那上海去话真少五万块。对啊。今麦了后，后一抓一个月后，搁来咧关，来咧关会啊。搁关会啊。阿娇啊，阿花就来啊。我无看到阿女呀。阿女也无来哟。对啦，阿是讲可能迄个搭车的款。好。无等下，等下，咱先抽抽会。对，先关嘛。先关啦，爱等你来咧，安尼啦。好。今麦阿女也来啊。来啊，因两个。阿女也，你先啊，驾进卡来。嘿嘛，你嘛要来关会。你无要关会啊？你唔是关我无？你要创啊会啊？关啊！关精！我来念歌咯，予恁听哩哟，无要捡钱啊，做人啊，就啊端正，好事老皮啊，人老命，放下人生路，百万种你这款的甘蔗，心甘向爱，也有人讲话无修养，嘛有生成真正中年。人安详啊，老爷儿只是手人啊，后世行啊，善恶到尾搁有啊报，不在千里定，在情啊，劝人心肝落。时到啊，做难道啊？过去闹事做不好，该恶终身输着无你。做人修善路，卖乱怪你。咱来出干啦，无几年啊，人若要死，搁目一个年，人生命去上值钱啊！少年姊妹啊，落，众兄哥你，咱来听歌，哪一套啊？听无介意，搁唔通骂，当作盈盈听小可好哩。小妹啊，祝恁路大赚钱哩，事事如意啊，吃饱哩啊，祝恁观众来搁大福气，代代出着好子哩。啊咦咦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迄台人的潘太太嗲咩？啊！讲到啊，清清清啊！哈哈哈哈哈哈！我看老师笑到遐认真，拢笑到呀，这啊！啊，心真真得啦，你来。人家不是拢爱安尼嘛？人家大高电啊，车高电拢安尼，车高电啊，拢安尼。安怎用？安怎用？我的导播介厉害嘞！介厉害都对呀。我即摆无摕机师嘛会晓诶。啊，好啦，好啦，好啦，较正经诶啦，关心啦，关心啦，好唔好？对。咱这个今仔日吼，算今年度诶头一天。元旦。啊，咱爱来关心上界重点的，倒一项上界。咱爱甲咱以前的过去较早的病痛哦，咱顶年处理无好的，趁进年头甲处理好掉。
啊，好咱啊，今年大家拢安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来过日子，重新出发。这就是咱大家要追求的啦。重新开始。老菩萨，啊，咱上界惊就是惊，那小可感冒，那个还好，可 OK 啦。对对对，一块先吃药啊，注射。小可一寡慢性病，迄讲啊，搁食控制，搁还好。控制。即摆上惊就是恶性肿瘤。排名呀。啊，那听着讲这恶性肿瘤，咱是拢喘咧等的，老菩萨。迄、那个，那有恶性肿瘤，咱得大家爱了解吼。近目前啦吼，咱的卫福部有公布，咱每三十，咱这三十六年来吼，这个死亡率上界悬的，就是这个癌症。癌症就是咱的细胞突变啦。以前统计起来讲，五分钟就一人得癌，即马四分外钟啊。无到五分钟哦，快两秒。哎，要公开是愈来愈严重哦，吼。所以呢，每较无五分钟，就一人生癌。每十一分钟哦，就有一个人因为癌症来死亡。那无啥，要公开吼，实在有个人七少年、八少年就来台场哦。啊，伊那个无一个观念，无一个方法哦，这真正真歹处理呢，我无骗你呢。真歹处理，干那可别靠医生是无够的，哦，所以咱每三个人死亡，其中就一个人有癌症。啊，你甲看，你甲看迄，这安尼比例看偌高？好可怕！非常高啊，足恐怖的啦！足恐怖的。系啦系啦，咱为什么咱即卖人向后生只排名？现代人其实较早都无啊，为什么现代人遮尔啊侪愈来愈侪？较早我那去，我去溪啊钓鱼啊掠鱼啊。啊，是走去田啊、田园去掠河流，啊是去掠死卡、喙焦，那不是古井水、溪仔水喝的这啊？足甘甜耶！阮不是安尼用健健，但是即卖人你若喙焦，你溪仔水到好个食，就当场死你呀！迄个够有湿的溪仔水啊！迄个袂使食啦，拢污染啦！咱生活上污染的物件太侪，化学的、塑胶的物件有够侪，什么农药啊、洗洁精啊，有诶无诶？啊，一挂诶，化学嘅物件太侪啦。意思就是讲，穿嘅、用嘅、食嘅，全部拢是啊，对啊，对啊，拢污染着嘛。哦，你看，即卖连水都要用买啊，那无算。你买，佫不一定买着清气嘅。自来水来，你佫唔敢食呢？处理好嘅水来，你还佫唔敢食？啊，无处理，迄是要安怎食？哦，对唔对？你就知影。以前嘅人讲水用买，我讲同笑笑嘅。开嘅佫有啊。还着水都抢嘅，都有人食，佮着去买。诶，环境无同款啊。所以你嘛知影爱水后买，你知影这环境已经真污染啊！恁家己嘛拢知影，加是饮食啦，哦，咱的加工的物件、烘的啦、油煎的、生的、过期的啦，啊，乌心的啦，一大堆啦。啊，迄咱无食阁袂使啊，无出去搭，即搭唔敢买，迄搭唔敢买，都无有迄个正确的人去买呢。啊，你讲买菜都无加工啊，菜无生菜，迄青菜啊，但是菜有农药啊。对啊。啊，唔是讲艺术啊！以前恁土著嘛有物件吗？对啊，对啊，搁来加上哦，因为即卖人生歹命人介侪啦，相对这爸阿母后生歹命的遗传体质或者囝儿是谁，有那相对变成侪啦嘛。哦，像阮爸阿母都有那生歹命，啊，所以伊只系遗传乎我，啊，我都有这个体质啦。哦，我嘛都要甲这囝儿是谁顾好啊，这是咱的责任啦。哦，唔是等下诶代志发生啊，家里啊咧苦衷。袂赴，咱啊事先有做好准备，啊，迄个会当啊预防性的治疗啊，对不对？咱就免去面对迄种想到的、听到的恐怖的病情啊。所以这咱有迄个责任啊。当咱一个人呐是免疫系统降落了后，迄癌的细胞就起来啊。哦，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癌细胞，啊，你呐用用的时阵，伊就缺的，迄癌细胞都唔叮当。哦，它低调掉个掉啊。嗯，伊就死掉的啊。啊，当你身体不好的时阵，伊就避开笑掉啊。哦，所以当你咱人的身体看对咧，常在咧发炎，迄个所在就较容易来产生着这个癌症来爆发啦。哦，所以癌的进程就是发炎个对啊。发炎啊，你看像迄咱食道，有诶食迄款迄个高酒啊，啊食烧啊，啊是一切酸啊，一切酸咱的胃酸会去烧掉咱的食道啦。对，食道发炎。啊，所以到落尾伊会发炎，啊发炎一摆两摆啊。一直重复安尼吼，到落尾伊就会癌变啊，对，伊就变成食道癌。
你看咱呢，诶，薄冰两个先有口腔癌。为什么？因为你薄冰两个人，诶，纤维拢会去甲插到你的嘴皮，一直挖挖挖。啊，插到你的齿环，插到你的迄落。啊，所以你逐工你啊，你甲磨到尾啊，迄所在伊就癌变啦。哦，就是安尼啊。哦，所以咱人啊是讲无生歹物啊，但是吼，咱我呐爱来消炎个对话，袂当互伊常常咧发炎。你若像讲像肝头啊，肝你若指数常常咧压悬。嗯。肝指数常常压悬，迄肝就是咧发炎嘛。哦，你若超过40 GOT-GPT， 若超过40就是咧发炎嘛。啊，你发炎，伊到落尾肝就会变差，肝就会顶你啊。哦，所以你伊到落尾伊就产生咧肝癌嘛。啊，胃癌嘛是安尼，胃了常常咧胃常常发炎，常常咧疼，胃常常发炎，常常疼，到落尾胃癌就是安尼来嘛。就只要若是有咧发炎的所在，包括皮肤嘛，同款咯。咱是头中咧顶顶啊，拍到迄拢流皮无？你茫当作你皮流流的，佫有一层新皮出来，迄到落尾有哪会有癌变呢？哦，所以咱大家拢说，咱身躯顶多三个所在袂生癌。倒三个。头毛。头毛。肩胛。肩胛。哦，啊，嘴齿。牙齿。诶，嘴齿。齿环会哦，嘴齿袂。哎，爱去进，所以咱啊尽量啊来避免遮的所有外来毒素。啊，你若是讲要咱避免遮有诶无诶，遮生歹物啊遮。咱要来避免遮诶，即个生歹物，即当然咱除了食食家己注意以外啦，咱爱有方法啦。哦，甲咱诶体内里面毒素肝排好掉，有法里面赶紧甲消炎，啊，癌的细胞甲治好掉。嗯。所以，搿是老大人，我要甲咱老大人讲。讲安那。是安怎样到五十岁过，政府伊阁有免费来甲咱检查迄个粪便潜水检查，检查大肠啊，检查屎啦。哦，因为你五十岁之前，你的抵抗力阁介好，对，所以你还阁有法度抵抗的。但是年岁侪来，你的抵抗力就变歹啊，啊变歹的时阵就较容易发生啊，所以伊会甲你这個、时阵免费互你做检查。那无啥，咱讲事实，咱真大家拢误会啊，有介侪代志咱袂使无注意的。所以咱若会当把迄个癌的细胞甲治好掉，虽然我真有悔啊，不过咱阁有方法，有迄个观念甲治好掉，同款伊也袂发生啦。好好。哦，啊，即若是咧做电疗、化疗啊，哦，还是即已经电疗、化疗做了咧静养啊，这段时间咱嘛爱注意，茫叫摊开，你也甲治好掉。所以你医生为什么三个月、半年要阁叫你等于追踪一摆，伊就介惊你的细胞阁走去别里。嗯。所以爱甲治好掉，啊，即咱有办法。哦，咱有方法。老师，你讲的这种，咱的观念要正确。你讲的这种是会歹物仔的，对不？吼，啊，佮有良性的肿瘤的呢？你若是良性肿瘤，你像讲诶肌瘤啦，吼，子宫肌瘤啦，啊，分瘤啦，分瘤，啊，佮有纤维瘤啦，啊，佮有就是咱的一挂脂肪瘤啦，脂肪瘤，诶，脂肪瘤啦，哦，啊，咱讲熟悉的吼，伊若是良性的，伊会达到萎缩，哦，伊达到萎缩，达到萎缩。像现在比如老婆生，咱讲真正吼，伊若是达到萎缩的，伊就袂恶化嘛。哦，袂去有癌。对啊，伊就袂癌化嘛。癌化，嗯。咱咧，迄个癌是另外一个组织咯。癌伊家己本身会生血根，嗯，啊，所以你三顿食的营养会去吸去，啊，人会散落。好。哦，人会转会散，啊，你会愈无抵抗力，啊，伊会愈歹。哦，所以这个观念你一定要知影。为什么医生要加电脑丝？为什么要加做化疗？要加红外丝？不过化疗是好，歹也全部怎睇啊？对啊，啊没有办法啊，伊无安尼，伊未死啊。啊，不过伊当你这个要加杀螺丝，咱好诶，有哪啊对你受灾殃啊？对。你像一个砖头内面，密足侪歹人伫啊，内面冇好人，扫下扫咧炸弹玻璃，也不一定拢死歹人啊。冇一定。好人嘛是会对啊，所以咱大家一定要了解，当你咧做治疗化疗，还是咧静养的这段期间。一定要甲想办法甲治好掉，咱有方法有观念，啊，无使你免有烦恼啦。张辉吼，46岁迄年吼，我那去有高雄中坑医生甲我宣布，剩三个月日啦。经过10多年，我搁进你只大细声，啊，你就知影咱的观念方法袂歹啊，绝对正确的，你就免烦恼啊啦。再换一摆，哦，对不对？所以老菩萨，咱的人生搁会当来一摆啦。做些老菩萨讲啊，你救救我，老师你救救我啊。救救我！嗯，咱讲事实，救一个人等于帮助一个家庭。对，所以哦，这是我的使命啦。我做会到，我拢尽量就对啦。阿婆说，你免担心，免烦恼啦哈。咱大家做伙来，甲身体顾健康。好，咱卖好迄个肿瘤来，甲咱威胁咱的生活。无论恶性、良性，嘿，咱来过一个有品质的生活，好唔好？好。来，啉一下茶咧。相信张伟一句话，咱个健康一拜一世人啊哈。没问题。来，无论出边干保命啊。人生这么简单，
改变交通方式，多走路，环保又健身。听者，我的乡亲朋友吼，即卖观念方法拢改正确，我是替恁改欢喜啦吼。因为现代人即卖时代年代咧进步，咱观念有哪爱对咧进步？爱正确。咱无对咧进步，吃亏的是咱啦。老伯山，你只要看我节目，你就会进步。个袂好，你吃亏。你就袂吃亏。来看一下这款，咱的995鹤藻糖胶来看一下。995鹤藻。哦，995鹤藻糖胶哈，你是小分子哎、哦。来谢谢哈，好来谢谢。咱的995吼，咱早暗食两粒。正常人。哎，咱一般人啦吼。早暗两粒啦。对。啊，你也感觉你较无健康，你有较需要。较需要的时阵。有人食到三粒，有食到五粒，今嘛有人食到一顿食八粒硬的饼。叫三顿八粒。今嘛有人硬的饼。真正一顿食八粒啊，照三顿食。所以看恁的需求在倒位。来啦，啊，这一罐一千啦。一罐一千。这是唔难啦。这介贵个咧。这人别日咧卖哦，这三罐哦，爱卖3600。啊，所以老师你三罐咧、啊。我三罐卖咱2000。三买两罐送一罐。啊你，这罐我的利润啦哈，农历过年了后，这罐我都无赠送啊。系啦。今仔日泡有起来，这罐我同款。上好难啦！这罐贾老师哎、欸，我搁兼给你加持一下哦。所以是买两罐送两罐。老婆，你绝对健康，你免烦恼啦哈。安尼搁加价落去。买两罐送两罐。安尼，何你开2000块？迄那人啊，那当你咧副业的时阵哦，有当时啊，一个物件10000块，你就开落去。对。哎，都无路用。来啦，我来讲啦。哦。啊，这罐哦，咱的新的羊脂乳哈、啊，今年多。现在换这个杆子哈，啊，还量也比较多哈，看一下哦，来哦，来羊脂乳哈，看一下，来又掉进来，看到无？哦，看到哦，羊脂乳，嗯，哦来哦，檀香羊脂乳哈，这我全身窟窿没有。好，来谢谢，安尼哈，安尼，让你开2000块，哦，来阿哥，好，现在介侪人讲哦，好佳哉有这条，咱的阴阴线。健康平安一面山，咱今年年冬改拜，咱一定爱挂咧哈。先甲挂诶，哟，一定爱甲挂咧吼。来，谢谢，就安尼按甲挂咧哈。安尼挂诶，嗯。啊，咱即摆就万事如意啦。这有敢试过？身体健康，啊，搁也唔惊鬼，吼吼。辟邪，会辟邪啦。老师讲，保平安啦哈。这你拢免烦恼，咱即摆一个过年前，元老啦要安坐吼，咱都有那个顺耍，甲咱有咱咧一面山人，我会甲你避开，互你有接到一个好音好缘。做生意也好，你家下利息大赚钱哦。啊，做农的五谷丰收，啊，老婆说身体健康，会记住啊。咱的囡仔、咱的孙啊，出去较袂交到歹朋友哦。啊，袂那去飙车、去跋筊、饮酒、玩鸡小巴，去了了啊哈。咱来交到好音好缘，交到好朋友，才会有成就啦哈。来，赶紧0800-0012-589。老师，几位进前有优待？十二位啊，前十二位名。青春第一炮。大先健康的大先怕啊！老师啊，唔过咱今日好唔好用啊？咱今日算第一天对不？对。啊，所以呢，咱今日爱庆祝呢，庆祝元旦呢。没庆祝呀？嘿呀，所以咱老师你无一寡标识，庆祝元旦呢？来。啊那，今麦是要安那标识？一罐红曲给我关来。这罐。那多红曲，我今日进吼，你有买的人啊？除了一面山。对。啊，杨子如。对。今天有啊，马上就无啊。今天有开来看嘞，来，咱的红曲纳豆红曲来看嘞。今天你叫我呢。来，接讲小哥。哦，纳豆红曲哈。嗯。哥上去管哈。谢谢老师。好，安尼啊，没有了。光听他。安尼，我你开12位得啊啦。十二位才有优待哟。我揢一担起来了哈。十二位鸟。今天买拢中的啦，反正早都买，晚都买，赶紧赶紧买啊！来，你好啊，喂。老师好，阿姨好，你好，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啊，啊，叶叔耶，哎，是，来一双谢谢，一招995，来你好，我叫新杰了，啊，我叫新杰了，新杰啦吼，哎，啊，这罐纳豆红曲哥送给你哈，啊，一面线一条哈，啊，杨子乳一罐啦，哦，这来，你双谢谢，送这谢谢，哎，你较有啦，咱今天较有来了。我要一定通两来三线两组一定通，喂，你好，谢谢啊，来你好，老师姐，来四线帮你们给你报名啊，容易啊，四线，你好，来你好，老师姐，喂哦，真的啊，啊，
所以你看那个双，那个双，个双。谢谢啊，那你有光进哦，一双到五双进来，那你有。喂，哎，走。那一双谢谢，帮你来帮比啊。喂，你好。那你好，喂。那你好。喂。我要一组。好的，来一双，帮你来帮比，谢谢。喂，你好。老师，跟我大桌一下，跟我大桌一下，大桌就是两桌啦。两桌哦。啊，对，两桌。啊。一桌两千，两桌无啦。老师，你定价不是安尼啦，你要再来。来啦，我知影你啦。安尼啦。安尼啦，大桌三桌啦。三桌。三桌唔得6000块。十二罐。6000块算5000就好啦。两罐啊，杨子乳那两罐，两罐杨子乳哦，那多红球那一罐啊，一罐那多红球，安尼啦，会去听啊，我肯吃安尼啊，好，会去听啊，赶紧，啊，唔好别个别说多得，来你好，来你好，哎你好，喂，嗨，喂，香姐，来，咱三刷三刷，喂你好，来你好，张老师，我是张国耀，哎是，我多了，好的，一刷谢谢恭喜你啊，要刷多爱讲哦，一刷，一线，哎，我一线。喂，你好。来，你好。赵老师家。喂。你好，我是赵，非常。好，来四双，不能再不平啊。你好。大桌刚三位呢，大桌特别爱欢呼。你若无讲，我拢卖你细桌的。细桌就是四罐2000块。你若要大桌的，爱特别交代。十二罐。大桌的十二罐6000块，我算咱5000。你开商店的，你就赚1000啊啦。有咧食的人。你当需要时阵，收费有够的人，你大桌较会好啦。啊，加三位尔，啊，若无是，咱若较无收费，咱要小桌得，食完较搁叫，然后食完较搁叫哈。主要是咱今仔日购买的人吼，还搁加一罐纳豆红曲。对，买有咱赶快纳豆红曲拢有啊。今仔日正有鸟，马仔都无好哈。0800-0100-0100啦。你忙个在，忙个在，我忙个在。老师讲，老师，我乃无纳豆红曲啊。啊，咱大桌先收起来。大桌跟三位呢。已经搞炸掉了啦。好好啦。安尼啦，会记住哦。安尼哈，看下哈。哦，安尼，互你开2000块呢啊。赚要3000，2000。一通电的改变咱的运命。真卡。老婆说，莫丢度，迄互你袂等钱啊。995贺早。赶紧啦哈，来你哦。喂。喂，大桌坐啊。内行的，真正的一双马牛跟你报名，谢谢。来，你好，赵老师家。喂，哎，你好，你好。喂，来了一双，一双马牛报名，谢谢啊。来，你好，赵老师家。哎，哎，你好，你好。来，我再找谁找啊？好的，来三双马牛跟你报名啊，谢谢啊。995贺早糖胶啊，小分子，来你好，赵老师家，外面谢收收，好的，来细双包，你们该报名啊，你好，你今年那是有接到咱这个姻缘线，你一定要挂了哈，客就是爱水挂，因为咱的年底，咱那个元老神君吼，要来安坐，啊，咱张辉会给你并起来，啊，让你接到好姻好缘，身体健康，人的平安，大行的顺事，搁未烦嚣人。老伯生，你那好有气，我不骗你。这种加持过呀？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哈。老师把咱加持过呀？再两分钟得啊？再两分钟。好多。咱多少多位？林木啊，一刷爆你们该报名。对啊。真听。其实这只要是现代人拢需要这啊。哦，大家拢爱。拢爱呀啦，现在很代人。未使无的啦。何况是无健康更加需要。唔对啦，唔对，哎，有诶。介侪老婆婿会乞乞到未乞哦？好。干那食这组食到耳朵干呢？贺枣糖浆。真好诶，来你嘛。喂，嗨，都接我，给你订大桌，订细桌啊，对不？嘿，你改大桌因？哎，改大桌。来，计算。加倍省。来，你好。赵先生。你好。嗨。哎，我集中。好的，来三双半，两双半。哎，你好。谢谢啊，恭喜啊。来，你好，光进哦。光进，时间怎么搞啊？快几分钟啊？来，你好。就大桌，是用那一面小木拿放三条。三条啊！伊讲这大桌三条，三条，不要紧了，三条了。来四双，谢谢啊！大桌是三条，个对哇？来，你打玻璃啊，加油，无聊看拢看你拍哟。好啦，来六，赵师姐，喂，来六，哎，来请讲来，我一双啊，好来一双，谢，一双，恭喜你。嗯，我跟你讲啊，好，搁一分钟啊，台北市。来哦，一个小的内湖区。我等办来哦，我讲我小听过，你甲试看卖。即卖暂时有法度拍电话起来无？来，你好。对了，邓老师好。哎，你好。我头先看有电视，都要帮我大桌诶。哎，恭喜你来三双，我你来帮你。三条，我大桌三条哦，一面刷三条。
我会走路我。今仔日真有呀。今仔过年啊，今仔过元旦头一天啦、啊、元旦新年多头一天、啊。哎、欸，对对对。我要来收啊，我要收啊。所以老婆婿，你真正肯定好彩头。您电话继续拍啦。那有准什么、啊、老师？哦，今仔有接到的人都好去啦。真正啊。啊，电话刚拍好通啦、啊。好。哦，啊，我来分吹啊，您继续卡电话。来。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那有优待，那有准省。哇，优待优待优待啦啊！老婆婿，一通电话改变咱有命啊。进卡。弟兄。老师，你真正走了，卡多。你若走了，看。我就讲处处替阮家老婆婿想，啊，阮老婆婿唔走，替我想无。啊。恁老婆婿话话 A 啦。电话先接，老卡电话先接。话 A 啦，啊话吼，爱做爱，偷东偷西啦。啊，算免偷。啊，食偷才会好伊啊。啊，今日偷就滚头无。来，晚风陈金菊，人舞陈金菊大姐点播歌曲，老婆婿到底来欣赏。做代志绝对唔通个，迄个陷入去换陷阱，啊，有哪唔通做迄、那个，迄、那个事倍功半的吼，啊，有哪唔通哦，迄、那个，迄、那个换来换去换到尾啊，换到全代志个啦吼。好，安怎讲啊？爱会晓算，会晓算。任何一件代志，咱爱会晓算，会晓算。忙戆戆啊做，忙戆戆啊做。较早阮有一个。我咧学西亚讲的时阵呐，学西亚讲的时阵，啊，迄桶啊吼，去过着足侪塑胶浆啊，哦，塑胶浆。啊，工课做了的时阵哦，阮有一个师傅哦，用个一罐迄落胶布哦，啊咧洗脚桶啊，
哦，我洗真久哦。啊，咁洗起来？有洗洗会清气，洗到足清气啦！爱去甲阮头家讲讲哦，好头家啊，即下汤啊哦，我用诶诶胶布哦，安甲洗洗，即么洗干净个清气淡淡呢？甲苯？嗯，对啊，甲苯啊，因为阮迄阵用着是胶布甲酒精嘛。好哦。即马爱酒精洗袂开，头家讲啊，你是咧阿呆啊你呢？一卡汤啊，十块，你敢用我胶布开要百外块？好啥？哦，你知道无啦？投资报酬率无够。一卡汤啊，去买一卡十块啦。嗯。一开百外块的胶布，你洗卡汤啊？袂好啊。多亲像较早我阿妈安尼啦，家老一个两角的，伫个民生卡，伊买一支条、六条、五角吼，去遐找迄两角的，去找迄两角的啦。那有啥？较早人计呆哦。曾经有一个国王啦，哈，啊，伊就坐伫个伊个厨房内面咧看煮哩吼，啊，无意中啦吼，伊下骹手人拄啊牵一只呢，啊，规身躯皮带只牛经过啦，啊，这国王看到啦，甲切开来问讲。啊！你这是咧创什么？干什么？不是干什么啦！家具砍要砍去倒位啊！哈！哦，哎，下手人讲啊，今日吼是要拜拜啦！啊、哦，拜拜啦！啊，要抬牛吼、哦、来祭精啦，来祭拜啦，来祭拜个对啊！对啦，抬这只牛要来祭拜，祭拜的精啦，安尼啦。哎，各人看看这只牛，你弄个精个对啊？哎啦哎啦哎啦，这牛吼，安都安尼要讲开。你啊，安尼，我惊皮错啊！牛仔呀，系啊，哎呀，对这个奴才讲啊，你甲帮伊啦。寡人看伊哦，真可怜呐，也不忍心来杀伊啦。搁再讲哦，伊也无罪过，为什么都要甲抬去，或送伊去死要创啥？这都有迄个呢，迄有不仁慈的点啊。讲得有道理呢，这讲做仁慈。对啊。啊！你刚才为着要做迄个精，你要抬死酱牛，安尼啦。啊，这个奴才听到安尼哦，咪讲啊，家牛帮伊，啊精敢要做？好，敢要阁继续做精个？哦，这精爱做精爱拜啊。这国王讲，就想讲精哪会使无做？哦，有恁百年来拢嘛安尼啊，拢爱做啊。啊，无干脆安尼啦。安那。你讲了讲讲，啊不然呢？你去羊条掠只羊来代替这只牛，啊唔同款。啊，即讲都含阮头家同款，同阮师傅同款啊。一家汤啊十块，伊唔加蛋条，伊开百外块来洗家汤啊呢。啊，唔是同款吗？对啊，所以哦，伊就无种的物件来去代替另外种物件，看起来敢那改善良的举动啊吼，像咧讲哦，哦做善良啊，无要抬只牛哦。其实你无改变啦，伊嘛是杀生，伊嘛是抬只羊啊。系咩？老伯山，咱无做着工课。对。哦，唔抬就是唔抬啊，卖讲我搁起来抬起来。你起来代替。哎呀，做代志免来代这来代代去啦。哦，个一代志就是安尼嘛。做者老伯山，有个人讲，啊，我咧破病，我无爱去看西医。啊！你不爱去看西医，伊嘛走去看中医，嘛是咧看医生。哎，我嘛是咧看，我看病。我这老和尚哦，哦，真正是。哎，哪看嘛是同款咧看。嘛是同款咧看。好。有病是要来看医生。老和尚，有病一定要看医生啊，因为咱唔是医生，咱未使家己乌白乱断咱的家己的病啊。甚至你搁去看医生，你都未使甲医生。讲啊，我安怎啦？我断开，我可能是安怎？你嘛讲你可能安怎？好，安尼你会去误导医生的这个考虑的方向，判断的方向对啊。因为你敢讲啊，我都人咧无爽快，我就是安怎咧艰苦。安怎无爽快？安得好啊！你嘛讲，我有可能就是安怎，有可能是安怎，迄医生就乱你啊。哦，因为我是安怎。系啦，看医生未使，咱唔好计较啦。伊就讲你讲你对咧艰苦，安得好啊？正头就好啊。有啦，就是爱安尼。啊，无你什么各家讲我安怎安怎，伊识着乱的，都像诶，一只牛无抬抬，只羊同款啊，可怜啊！来啦，咱来点歌啦。点歌时间。因为七八九空八八空。今日点门个才安排。啊，咱这屏东的店的头前哦，外埔头猫你加空八啦。好好。七八九零八八啦。七八九零八八啦。头前加只零八啦。零八嘞哦。七八九零八八啦，头前加只零破。七八九零八八啦，头前加只零。老师，你跟我教。我当时跟你教。你讲咱啪啪烂的。咱啪啪烂，嗯，麦克拉都只歌，麦克拉都啪啪嘎哒，真正。
啊，安怎？安怎？原住民呢？你要讲原住民的话？嗯Money money masalu, money money masalu, you do what do take it do? You do what do take it do? No, no, Jabiru. Oh,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wait. Wait. I'm going to go on. Let you. Gang, I'll do it. I'm going to say, just watching Gong Bill. Oh, Kwame, I've seen I see a long time. I know, yeah. Oh, see, see. Nanny out. Wait.三位老师，阿英哟，哎，红会哦，嘿，叫红中兵，红中兵啦吼，拜二咯，收掉吼，好，谢谢，收掉，好，谢谢，你好，红会哦，喂，喂，来，来，请讲，嘿，我要点会上的我，咱住倒位，住什么？什么人？杨啊，哈，杨啊，杨啊啦吼，你起来，咱主动，我们住的那什么人？三号，三号，哪里有？哎，老师好啊，您好。哎，叶师爷。哎，我点一首《龙珠的少年》。龙珠的少年，白戏会哈。好，谢谢，感恩。哎，罗德，来你好，喂哦。喂。咱到位。三位老师，阿英小姐你好。哦。我台中大肚。大肚潘潘太太啊。潘太太对。一星期来你一个。好，我拜五号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哎，三位老师你好。咱到位。哎，我中和义美。啊，义美，来，你唱什么歌？我点《情深深》。哎，拜六号啊。谢谢，谢谢罗德，安德听好，来你好，喂，老师好，哎，你好，我刘太太，是，同相逢，拜七了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那你好，张慧老师，阿英好，哎，你好，你好，江子，你什么人？我慧心，慧心啊，吼，要听什么歌？酒加入，酒加入了哈，对，给你拜拜好哈，谢谢，好，拜拜，来你好，老师你好，哦，陈经理，你赶紧分掉，谢谢，好好好，拜拜。哎，金门卡啦，你等下。哎，那你又？嗯，哎，是个。哦。我是在那秀呢，我点一条，我是要安慰。哦，是安慰，我来拜高人啊。你讲什么人？第三啊，第三秀呢？那你又？啊，你好，老师，你好，新年快乐。好好，新年快乐。啊，点一条日日春。好，拜十分啊。好，谢谢，拜拜。拜拜拜。多我好点五条。那个秀呢？你那个点歌较大声呢？嘿呐。人无较大声的，在心较找你会着。嘿，阿母啊，保庇你也对。老师，伊需要安慰，两个需要安慰啊。啊，是你今仔卖菜倒一路白痴，啊白痴，你就说，我白痴啊，白痴不要去饲鸡。白痴跟饲鸡有啥物关系？啊，卖不了，算免独独个饲鸡。啊，真正容易。你嘛晓得。做成做成书。老师，恁七啦哦，恁七啦点的歌曲个。阮小豆。嘿呀。哦哟，小豆。哟。爱你哦。什么歌啦？听你那性命。好来。
阮小杜吼，来甲咱点个歌曲。听你那四命，听你那四命，小杜，我听你那四命。老师啊，你看你底下安尼公众底下咧调情，对人好敢毋是应该嘛？对吧？哎，那啊对人爱较好诶。哦，啊你感觉只是给弄七啦？哎呀，啊七都有分啦、啊，有分，吓到掉啊哈！喂，好啦好啦，关心一下，关心一下。恁今麦要来关心多一项？阮这老婆山吼，他家拢真正唔在第三呢。为地主啊！我感觉老婆山，介只老婆山，他家拢第四。为什么？无啦，因为晒唔是得你家，晒得你家呢。因为介只老婆山哦，伊即马变安怎呢？变安啦。伊膀胱无得，唔敢啉水对无？对。啊，煞变成水分无够，煞连晒都歹办。啊，老师，你其实叫做爱怪你啊，你敢知影？安怎讲爱怪我？因为你已经足长一段时间啦，时间拢无咧关心咱老婆山放晒的问题啊。老婆山，甲旧年无放个晒，今年甲放放我了。对啊。这有方法啦，这有方法。啊！伫这段时间，我也无关心的原有原因呐、啊，好哦，有原因呐、啊、吼。因为咱讲熟悉啦吼，咱任何一件代志拢要有一个配合嘛。啊，你若是配合未拄好，啊，你像我一间公司，啊，公司都要，可比讲啊，都一间公司爱五个人、十个人拢总爱有个职务，啊，欠一个人，迄间公司咧营运都未介正确啊。这个团队，对不对？即卖重视的个是团队精神。是啊，咱咧炒菜，该恁烧酒的，该恁盐，该恁味素，该恁爱虾的物件，你若欠一人买，永远拢欠一人，连菜炒开嘛袂好食。个无体味。啊，汤煮开嘛无好啉，对不对？对。所以欠一人都袂使钱。好。啊，张伟这人啊，该古魔啊。该怎么诶？我讲古魔就好啊，你怎么免去加了？古魔也个比怎么较歹听。啊，你我都讲上歹听，啊无要过安怎？啊！你讲上半天，你着搁加赚一个怎么？对不对？吹毛求疵、欸，真正是。你像我这個人吼，若无有迄真材实料，无有迄、那、落、個，我绝对也无爱讲哦。安尼，等下分家规，讲一大堆就对了。好，哦，本地就是安尼啊。所以有真侪老婆生哦，讲张哥，你这段时间拢无咧敢关心咱咧放屎的问题哦，怎么屎真歹放咧？安尼垫个土大灯头，垫个安老的楼梯，垫个脚掌离离开啊。啊，你孙那嘛同款。哦，介侪囡仔嘛安那，有一日讲伊孙仔，我也想着，住伫咱凤山吼，啊，一个阿嬷带三个孙，一个阿嬷啦带三个孙，啊，囡仔上班啊无法度啊，囡仔啊毋是拢赚大钱啊，两个，迄个后生新妇上班一月恁两个总赚无六万块啦，两个赚无六万块啦，啊要租厝，啊要囡仔读册，啊要三顿。迄个辛苦生活呢，个辛苦呢，哦啊，今仔囡仔搁请人顾的，啊，拢真难真好人样，所以哦，阿妈顾三个孙，啊，两个翁仔某出去趁食呢，啊，这三个孙哦，比个足严重个啦，迄有那三个半暝哦，安哀啦，两三工无放屎，阿妈也唔知啊，不都会听哦，系啊，啊两啊过两工无放屎，阿那也唔知啊，哦啊，即马，因个大汉来讲哦。查甫个啦，大汉个讲，拢听起来咧通肠个啦，啊，无都放袂出啊。囡仔尔，搁咧通肠啊。通肠哦，哎，无多啊，无放袂出啊，安尼啊，啊，真落啦，安尼啦，啊嘛唔知要安怎啦。有一天，因阿妈拄啊看咱个节目，听我咧讲，要安怎好咱这个屎会好放，爱骨溜，哦，安尼，这个阿妈总敲我手机号啊，伊讲哦，啊，我咧孙呢吼。啊，拢常常三更半暝哦，啊，哎呀，疼，讲巴肚疼，啊，去病院照，拢等下拢晒呢。哈，拢咧未晒呢。啊，未晒个地方拢冻呢。迄囡仔过作个食迄垃圾食物个吼。拢无食一寡全部。迄新闻拢你拢无咧看。嗯。迄十外岁个囡仔食烟尘、食烘个物件、食炸鸡、食甲大肠癌呢。对。啊，迄就晒无放出来呢。十几岁呢？迄若有放出来，都无囡仔无放出来，迄等下出问题呢。因阿妈听一个惊到，惊到了咯。啊，变怎？我一个观念方法落你啊。即卖因三个孙哦，其中一个上细安尼，伊无爱用咱的观念教方法啦。加一个无爱用的啊。结果人个大加第二个哦，一天放两摆，伊要去读册之前放一摆，等下佫放一摆。哦，迄囡仔哦，皮肤全碎开，无本地囡仔讲拢像迄臭头卵样安尼呢。
都安尼奇怪，囡仔人名看皮肤真无好啦。啊，伊精神嘛较好。哎、欸，即马晒一个，有咧一工放两摆了，皮肤好，伊即马精神好，读就读有啊。迄、那个细汉的，迄、那个哦，有哪共款，啊，搁拢伫咧花花肚疼。佮无爱用关名。嘿啊，尾啊，我讲你佮安怎第一甲压，无论如何一定爱甲压。啊，伊尾啊，有来三孙，即马拢改好排便啊啦。伊讲我改头讲啦，我本身嘛想闹比其他阿妈。本身嘛，比起咧阿妈五十几岁人尔呢，五十几岁尔，嘿，无伊无几岁呢，五十几岁人尔啊。啊，比起咧有啊，伊讲哦，我拢挂手套，乌脚床，家己乌脚床，乌啊，乌晒啊，无放袂出啊。伊讲啊，家己啊，抹一个担当，啊咧乌脚床呢，安尼呢，即马看因孙安尼好办，伊家己嘛有那用那个观念教方法，人伊即马嘛好办，因妈孙安办到赢，哦哦哦，啊无，迄是万病之源。对啦，咱若晒无放出来，这介危险啦。安当危险？因为咱的大便吼，离这个肠啊内面时间伤久吼，咱的肠啊会生息肉。好，是息肉。啊，生息肉哦，伊到落尾伊会恶化，啊会变大肠癌。肠啊癌是安尼来的。嘿，啊生大肠癌哦，那早发现，就甲你加起搁接起哩。啊，那晚发现哦，哇，这都要看天吃饭啊，都要看天啊啦。所以爱胃放开始，人的健康就是爱胃放开始啊。啊，你咱一天爱放两摆，较算做正常啦。嗯。那放一摆算小闭结啦，放到两摆哦。咱以前咱一天有八点，有迄个二十四点钟啦。对。啊，有八点钟咧困啦，有十六点钟咧活动。这十六点钟哦，咱都要放两摆，八点钟放一摆嘛。好好。啊，再放啊，所以两摆是正常，一摆是小闭结。好。老菩萨，咱这个观念一定爱有。哦，啊，你若是讲有个人放说去放到尻川离开，啊，你若放袂出来，你慢硬听，你就起来。水淋淋的啊，惊惊的。等下要放脚来放，你忙个坐到忙硬边。有个人搁揢报纸，即马无，即马揢手机在遐录。未使。迄到尾你拢会生来滴啦。嗯。迄拢未使啊，有诶放些咖啡哦，我讲这做落诶。五分钟以内完成。真正，我拢两分钟尔。所以你虽然人家做个三件代志，搁对哦，咱老师来讲。咱会记住，爱困诶饱眠。困诶饱。食诶饱饭。食诶饱。啊，放诶清气。放诶清气。那无说这三项你若做会到。你就身躯就无病啦。为什么会开始呢？为放屎啊！放屎，因为你屎无放出去，弄结结规个你甲食袂落。好，食袂落。啊，你食袂落的时阵，即马规个阿摩尼亚清起来，胃头壳起来，你暗时困袂起啊。所以你这部屎呐放的清起了，哎、欸，你就好困啊。哦。介神奇了，一个住伫咱台中的老婆山哦，妈妈就对啦，迄有那八十几岁，伊讲讲足神奇的呢。伊哦要困哦，一定爱食两粒的定情剂啦，爱食两粒啊。哦，有当时佫困无啥会去啊。讲自从迄补屎好放了哦，一定两只拢无食，啊，就好困啦。人个佫健康起来。啊，当然就是安尼啦。皮肤嘛较袂摇。安尼啦。安那老师。无咱大家哦。好。来，把咱的屎放好清气。你安怎才放会清气？遐个遐水尾啊屎哦，臭狗屎哦，垃圾屎拢佮放好清气。我人拢快活，拢清爽起来，好唔好？好。来，啉一下茶咧。来，母牛啊，准备来甲保庇。哦，大家身体健康，我咧食百年啊。大家一起来。以行动减碳，改变交通方式，多走路，环保又健身。七月外日来啦吼，啊，咱这关哦，一定通哦，拢一直无回。无会原因就是伊内面有欠两项啊，啊欠两项啦，照你讲一般生意人讲无要紧啦，迄个甲用用咧也无人知，我无爱啦，未使，我绝对无爱。老师未使安尼，我一定要真材实料。对，老菩萨，即咱要食落去的，咱爱讲究啦。咱家己嘛咧食咧，来看咧看咧啊，看咧吼，归安东诶，一定通来看咧哦，蔬菜水果啊，全部拢蔬菜水果。来看食品的啊，哦哦，好，来谢谢啊。您所欠的拢伫内底。阮孙啊哦，那要读册哦，伊家己拢安尼泡一杯啉啉的哦，啊，伊就去读册啊。啊，要哪泡？啊，就这安尼，我讲听，要泡牛奶。要泡牛奶。嘿，还是要甲泡豆奶。豆奶。还是要甲泡奶茶。泡奶茶。还是要甲泡温的。泡温的。拢会使哈。对，啊，免动点动手。嗯。哎，穿衫得哇，这两衫得哇，买当穿较济。你要加较济啊，我见啦，安尼就使啊，吼。安尼一半个完成啊。来，啊我一半给你。好好，谢谢。啊，无使，咱也有一定通的解开啉。好。
哦，即卖做阵来，啊，大家做阵来啊，无用厝边间保平啊，来啊。小酒搁再干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尽量来饮。哈哈，嗯哼，啊，就喝你名，倒去倒去。来来来来，赶紧赶紧。我今仔犹太一个啦，犹太，今仔犹太哦，今仔你呢哦，一罐一千，你来也回无济哦，你要无这个，爱跟等我哦，一罐一千，两罐两千，你这不是话要做就做，你这机构有机构有细节的呀，系啊，一罐两千，两罐两千，安尼啦，再送安尼，让你开两千块的，两罐送两罐，来哦，等等你哦，等你哦。老师，你不要上两罐好菌多，好菌多，过来上两罐，上两罐好菌多。Hello， 来看你啊，阴阴线一条，一条阴阴线，阴阴线一条啊。对，来，今仔有买，我搁今仔过年啦吼，今仔算那个今年头一工啊。元旦，今日算元旦。过来搞你啊，杨子如一罐，杨子如嘛，哦，杨子如，来，哦，啊，纳豆搞起来，那个看纳豆。老婆子，今年拢无剩本的啦。好，今仔日呢？啊，你全部你开两千啊？全部开两千块。安尼啊，安尼啊。几位？十六位啦。正十六位呢？十六位呢？好。看嘛，讲看今年我八斤嘛，十六位多啊。八斤差好多。你好，张老师，你好。喂，我要几多啊？来来，一双。一点多。谢谢。光进来，光进来，你好。好 ，OK 了。来，来几双，来谢谢。红山不好就输呀。你好，光进来。来六，来四双，谢谢。关键关键。来你好，关键哦，来，这三双帮你们报名啊。喂，谢谢，那一双够五双啊，今年啊。上后退了，缓步。来六，喂你好。张世江。喂。嗨。我是张。来五双，来谢谢五双。喂，你好。谢谢啊。老师跟我大追哈。大追。大做诶，安吉凯安尼卡坑有咯，坑啊，坑无咯，啊不卖啊不是要讲的吗？大做诶吼，就是三做啦。即卖拢无刷当，你老婆生，你看有耐心要卡呀？来你好你好，张世江，几多？两诶来来一刷一刷，你好，谢谢啊，来又，张世江，来你好，喂，嗨，我几多？诶，你几多呢？诶，好好来来，咱三刷谢谢。喂你好，来拢未完呢。我讲你听哈，大组就是安尼啦，安尼三组，三组六千块，剩五千啦哈，剩一千啊，赶快我上一关，赶快上一关纳豆啊，赶快啊，一门爽几条？三条，三条一门爽，空不空空空给你五百九嘛，空不空我空钱五百九，来来六，大伯你要盖啊，无聊卡拢看你的荧幕咧，来六上物件，喂，来你好。喂，你好。来，你双来试试。我做那三位呢。来，你好。张世江。来，四双，四双试试。来，你好。张世江。喂。嗨。来，几双？来，一双试试，一双。恭喜你。啊，喂，你好。谢谢啊，来，你好。喂。喂，你好。嗨。来，五双试试，五双。恭喜你。五双接电话。五线，五啊，五线。喂。五双。五双出声音。嗯，喂。咱那五线不接音，五线到底有没有出声音？打波来来面接啊！五线，我打波接。大爷，再叫你老康妈妈，你电话马上挂哟。啊！来三线，来三线，来六。潘先生，来潘先生，哎，五线现在接不开了。来，空不空空空，你我不叫金龙变到位十五线去你啦。来，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嗨，我电话。来一线来，谢谢，不留在不留啊。来，你好啊，喂，好，你好。马叔三位杨金卡。来，你好，嗨。我不是，来，你算谢谢你算。我今天来给他欠款欠介久啊。大组就是三组啊。对。三组六千算五千，你拍一通电话就赚一千啊啦。无唔对。纳豆赶快大组有那上一罐啊。纳豆一罐。小组啊那一罐啊，大组有那一罐啊，因为大组已经有上一千啊啦。啊，一边算三条啦，来你好，你好。喂。哎，来三双，谢谢。我要白，好，谢谢啊。我让他白边，哎，顺手好退来环保，这现代人拢爱。空白空空空，一年五百九啊。啊，这也欠回来，哥哥还欠介久啊。来，你好。我嘛。来，我来四双，来，来，那华人来，谢谢。四双。那你就
四组的一组两千啦，两千块，一组两千，啊买三组六千算五千啦，优待一千块，哎，啊唔好买贵，你买四组就好啦，买大组贵个啦，拢照顾好。啊，四组赶快有那有哦，那都有那加上一罐哦啊，那都一罐那都，这拢有啊，一面线有哦，安尼两千块，两千块了啊。啊，大组那都嘛是一罐，哎，咱大组收落来无？大组大组，安尼买大组伊个讲啦，买大组啊讲啦哈，买大组贵个啦，拢照顾会到。开五千块，贵叫伊食较久啦，吼。咱做体来环保。哎，阿公，阿公，讲讲，今年我不叫伊电话啦。赶紧电话继续打。电话赶紧拍啊，电话哈，来赶紧啊。我就看到咱老婆婿拢买无着呢。我多。来你好。这个该欠不欠不付啊？嗨，你好，你好，你好。来，请讲。做迄个。一点通哦，来一双一双。来，谢谢，无讲拢谢座位啦。来你好。老师家。喂。喂。来五双五双，这五双乖乖。喂，你好。哎，你好。最后三分钟。喂，我是周哎。来，你上，咱上双号不能升级。喂，你好。老伯山，这摆拿无叫起来，可能会冷两三个月。你看要安怎办？你排便会舒服？因为咱这摆寒人哦，有一寡规矩无啦。好好。啊，无咱就无多做啊。啊对。所以这批了后，可能要冷两三个月较有会。所以这摆先叫起来。啊，旧年嘛是安尼啊吼，啊赶紧啊，来你好。哎，小姐，哎，你好。哎，一等，来一串，一串。喂，你好，拜拜。你好，可以来黄豆。来，你好，来一串，来谢谢。你好，喂。咱老在吃一顶通的人，你要先叫起来哦。对。啊，无咱讲出去嘞，这即马有可能爱让两三个月哦哈。你想那个哪哪来恁婆哩做好排便嘞？哎，来你好啊。哎，别激动。来，咱四川宝牛该报名啊。这大大细细囡仔拢最爱你咩？哎，阮孙啊哦。好。伊拢即马家己拢做习惯嘞，再时啊起来就咔咔嘞，直接个就里面人就去读册啊。好哩嘛。啊，免得搁去外口啊买早餐面。对。哦，这健康早餐。啊，搁无糖。哎，你好。张师姐。哎，哎，哎，江富无来啊？你哎，一看太酷呢！新年快乐嘛，新年快乐嘛！老师，你做不等的呢？哎，我进来，我进来。哎，你好，张师姐。喂，嗨，我真玫瑰。来啊，你双谢谢。玫瑰，喂哟。嗯，哎，你好，喂哟。喂。哎哎，棒赛用一桌。来啦，一双别再讲啊。喂，你好。这个拜登的孙子，体能环保。搁一分半钟尔啦，把握机会。空八空空空一年五百九啦，空八空空空一斤哦。这种精神啊，这种精神哦哈。搁挂伊面线。安尼全部靠你开两千尔，其他只过年较有诶啦吼。加钱安尼尔。伊面线一组一条啦哈，一组一条啦哈。赶紧啊，来你好，大哥三条。嘿，来三双谢谢啊。喂，来你好喂，来你好，喂哦，喂，来你好，有听见无？来四双，来谢谢四双。你好。身体都好诶啦嘛，爱啉诶，如需要啉。老婆仔，这个包装都无够啊。系呐。啊，过年无要紧啊，都欢喜个好啊。今年头一天，我犹太一日，但马一日无好啊。老师咧大放送啊！我见个一分钟好，来你好。诶，小姐。嗨。嘿。来一双，一双。一双。谢谢啊。妈妈恭喜你买有着，好加在你买有着。我要来收啊。哇。嘿。啊，老婆仔呐，靠无通边安装饭，马一日个无犹太啊咧。你咯，这不。你今年的当中，你家卡内线接拢有拢犹太啦，拢犹太，现拢犹太啦哈。明仔载个无啊，明仔载无啊，明仔载无。那你好，我第二，我第二。好，那你算，你算，谢谢。喂，你好，谢谢啊。是因为咱今日一月一号，所以叫我犹太，叫我精神。开国纪念日，元旦。那你好啊。喂，哎，你好。他先卡，继续卡。喂。喂。哎，来细算，来谢谢，细算。喂，你好。哎，你好，喂哦。喂，嗨，来三双。喂，你好。咱老看哪个开始出声？哎呀，来一双。表面是足老个，足老个，足老个安尼。迄个，我今仔青菜料一骨老板。哎呀，老伯生。表面像足老个安尼。阿哥。你无，你绝对看袂到，我也唔敢卖啊，我卖。老师，唔过你足欢喜呢，我欢喜啊，我看，我看到阮只老婆婿，他有人咧了钱咧欢喜的啦。我讲你听啦，人无一嘴饭一嘴鱼也够啦。三不五时啊。这嘛是等于咧甲咱只老婆婿斗看手嘛，老婆婿对不对？斗三工斗看手。嘿啦，嘿啦，嘿啦，一号啦，一号啦。一号的。嘿啦，迄咱做会到无啊？哦，你若是讲啊，都有当时啊，有一寡啦，和别人合作的，这种的，迄咱都无多做主的，啊，咱会当做主的，迄拢无紧啦。啊，什么歌啦？阿红的心声。阿红的心声上点名了。表哥。哎呦，我老大啦。系对。来，这位唔上来。
安尼，阮那个老大吼，伊都心情都硬啊啦。哎呀，老师你一定要那本来的。对啊，安尼的良心大气，哦，伊就当含笑归途。妈妈，你真是害死！人伊迄个人，一小看到张经理个公安的，伊也可以张的，看袂安。伊是咧张的人，鸟经理。哈哈哈哈哈！这讲伊嘛无听着，我真。伊咧跋脚啊，伊开跋要死。真的吗？嗯。咱来讲良心话吗？良心话时间。哦，咱来讲良心话啊！我而且搁一件代志要甲报告。什么代志？咱那个元老陈军吼。对。元老陈军伊咱离，迄个可能他过年前就会安坐啊啦。该今年就过年啊。离这段时间我咧讲有真济人，拢讲要来寄付咱这个元老陈军要来寄付啦。啊，问看一个。人爱他偌济钱啦，安尼啦。啊，因为我袂使讲讲，你都爱偌济啦。哦，那这个代志就是安嘛。袂当讲。袂，那不是。有钱个，我都无钱个，我都。那若有钱人做会到啊。啊，若无较无钱，但是做。今仔我一个老婆生，啊，我若无咧赚啊，我较会客出，但是我足想要来结一个好姻来寄付这个元老神君，迄够笑够个啦。你的心是无笨的。哎嘿，就是安尼啦。啊，所以我开始说，我袂说共规定讲啊，得安怎？就是我征地之后，那甲咱讲，咱爱先顾巴肚，较来顾佛祖哈。介重要。老婆仔，你若讲今仔来寄付咱的元老神君，啊，你家己艰苦的，我无爱哈，我无爱。哦，咱都啊，那是讲啊，都因为免济，一个所谓啊，想要寄付，啊你袂艰苦的，安尼无要紧。做会到是。啊，你若讲寄付着，啊你会艰苦，安尼我就无爱。哦，因为咱讲熟悉的元老神君，咱啊老婆仔有去寄着，都下面安尼。大家活到老老老，对不对？哎呀，个安笑眯眯，大家笑眯眯，心情拢做，结到一个好姻缘，就是哎，咱的元老成功就对啦。一定爱，一定安尼，一定爱安尼。一定爱。啊，有人讲啊，教父偌济，你都你随意得啦，哦，随意的。这今麦开始吗？我近期已经都拢有人号名啦，所以我一直拢无讲啦。啊，因为咱讲熟悉了，我也该动经啦吼。你知我大行拢奉献出去，啊！我家己本身也无迄落哩。较闲呐。啊，咱阿母冬天照明，迄钱我也袂使起来只开啊。没，我嘛无。遐还遐借还遮，所以我这是我解迄落个我解清楚个啦。分解开。啊，有人讲要迄落解决了，我讲无呢，唔是呢，钱项个我无过，我无叫过手个，我是负责迄个宣传这个精神尔啦。哦，所以咱老婆生那去一下哈。啊，那咱店那是有叫呼，人家当号名、落名类吗？咱以前还有落一个名，你咱去中天都看到，像咱的地主观菩萨，咱赶快有一个落一个名。咱地主观菩萨拢总有千外人诶，拢总千外人。有心诶。但是这摆吼，那是有叫呼咱这个元老的人吼，咱有一条牵安线，含你结缘哦。打破咱那个 KI 的牵安线，你敢免当笑一下？有寄付的人啦吼，都有一条牵红线，啊，伊也是太真的哦。太真的。迄个啊，恁少年的看到，那恁孙仔看到，一定要甲你许个。啊，迄真正实在要讲开哦，这条。哇。哦，这条哈。好精致，好漂亮。哦，这条。阿哥有挂迄个鸭吗？有挂鸭啦，挂鸭啦，这条牵红线。啊，这哪要送给人拍？要家己挂拢足好个呢。问对啊，伊这是太真哦，这袂生气啦。太真的。伊这是太真的哦，哈。太真的。太真的哦，有寄付的人。拢有一条啦，对，拢有一条啦。这元老要守护咱那个对哇。是啦，是啦，是啦，所以你才敢报告一个啦。刚刚做报告。嘿啦，咱那是讲阿都有要甲阿母要甲恁个元老新君吼，要甲寄付的，咱唔好讲勉强啦，阿都其实先顾巴肚，较顾合作。对。阿都随意就好啊。我这人我不爱去讲勉强，哦，老婆生，我就是安尼，我不爱勉强。反正恁无寄付，我也是爱钱予人，我较艰苦个地尔。哦，啊有寄付。我这好音好音是恁的地雷啦，哦对不对？啊，你好哈，喂，喂，嗨，你好。哎，等到我个小姐叫一组，你稍等，你说，你说，你说。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啊，你会寄单来给我不？来三双接电话来，谢谢。喂，你好。无头无尾，买什么单？一杯怎么会？有个人讲啊，我要寄付，我要安怎寄付？哦，好，伊个多个先问这个对哇。你都甲小姐讲，你的地址、姓名，给伊。对。啊，伊个伊就寄单，给你去西门那倒啊。足简单。你要甲元老寄付，你唔免来接那吧？你当你遐西门全家 OK 来付，就当那吧。足里边。啊，
即即马入了后，下阵咱即条就会去会对后壁给你补起来。哦，这是要挂这个条啊？哎、欸，对对对，好好哦，你这不是这条哦，不是这条哦，这条换这条，这条这条是太金的康红线哦吼，迄少年的都拢捌啦，少年拢捌啦。太金，迄金的挂车的挂，迄一条拢两三万块呢。嘿嘛，太金，拢讲嘿，那挂车拢一条拢两三万，你看挂车做些人拢挂车呢？哎、欸，你看啊。喂，啊，表哥，含潮几度啦？啊，含潮几度？哎，那个，我闹这我交3000块，来，稍等，来一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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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串啊，谢谢啊，恭喜啦哈，你真正功德无量啊！啊，接到好用好用，你就搬下叫啊，你好。你好，我即摆才对啊，我订嘿。你来四串来，谢谢小姐，欢迎啊。喂，你好。嗯。咱那厝内面有诶，一个。迄个姻缘较无好个，哦，较无姻缘呢。嘿，咱即算甲咱元老一个寄付吼，啊，佮有条牵红线，啊，这条牵红线，咱佮有一粒太金，伊这是挂伫手里呢。你甲看即马挂青姻缘，足侪人拢挂这条，较袂错过姻缘个条啊。对，啊，因个头脑足顺时个，互我通过拢足侪。啊，趁钱趁噶，所以伊咪唔是讲男女之间呢，唔是啊。有啊，你讲那老菩萨挂这条，因那好姻缘，伊就。迄、那个看医好医生，食着好药，身体健康啊，这就是好姻缘啦吼。会记住啦。好，来谢谢，咱元老看者。啊，咱你落来，因为时间关系啦，咱今麦要来。要做功课吗？嗯，差不多要做功课啊嘛。哦，啊，电话不会接吧？来，你好，喂，你好。张老师讲。喂。哎。哈。喂，你好。恁那是？张辉啦。啊？张辉。张辉啊。你好，安娜。哎，先生，我是讲要来宜川，好来宜川，宜川好，好宜川。老菩萨，你实在有福气。真正，你看会到个镜。台湾专线哦，2300多万人哦，无大家看会到。今仔看会到，咱个我都甲寄付，咱免济哦。福报。咱家己做咱的亏力落下，张伟的人你就知影，我的人我无爱人安尼讲，你就按家己巴肚唔顾，我咧顾做我无爱用下。来，你好。张伟老师啊。哦，你好哈。我要甲你共用迄个。好来，三线好，谢谢啊。功德无量，三线。三线。三线。喂，你好。来，你好啊。喂，哎哎，秀美，啊，你我要爱加迄个加砖来，赞，来一刷，谢谢啊，功德无量，真正，哦，这功德无量啊，一刷接电话，你好，喂，你好，来，咱再做功课来。老家电话先硬接吼，台北市中山区民生西路45巷高雄16号3楼五国康，以及咱屏东基督教病院2楼2803病房，咱的林桂花，阁有台南柳营基密病院3227 A 床，咱的区蔡玉高阿哥吼，阁有就是咱左营区英庄路8巷6号7楼林英才，请保留主笔跟保庇，欢迎大家身体较健康的吼。啊，佫有一群吼，咱这个搞怪囡仔佮讲下声啦哈，脾气真歹啦，啊，廖伟强啦哈，桃园中立，咱的中原路99号6楼，佮修理你也会较乖呢哈。佫有就是新德，咱的新德市南大路551号6楼啦哈，郭玉婷佮郭云奇哈，佮保庇互因这两个囡仔较够读册哩安尼哈。各位，咱只有请一位，甲咱保留中天照明来扶持啦吼，一个月100块功德是非常大啦吼。高雄市人物陈太和5个月，林雅区李美贤10个月，桃园罗德区卢辉团12个月，苗栗桃屋咱的贾金莲10个月，台南新化陈英旺李秀美各10个月，中华保险刘英文20个月，台中太平黄玉香12个月，南口。业户结15个月，中咱的家人中正区五里关12个月，功德无量哈。张伟，这个恭请到咱保佑主笔主公普照来给您保庇哈。哦，你会当正好消解消灾，延寿增多功名，十灵通地位开通，逢凶化吉，改善穷灾万公顷，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今麦来进行着咱的智慧容易。
手把青鱼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绿巾青筋风为刀，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咱智慧龙语这个单元的时间，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许多好朋友，咱诸位神仙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阿弟和咱诸位伫咧做这个功课。小丹，请各位再甲今日这个功德，咱的回向好天顶伫咧飞，土脚伫咧竖，水灵伫咧受的一切众生，也请甲今日这个功德回向好灾区的灾民，福音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甲今日这个功德回向好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向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过。那么去年呢，有念珠，咱请个念珠请起来；无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心肝那边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的昨昏的这个话题啦。咱昨讲到着以净水一战。供养佛菩萨像强情啦吼，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佛，把这个水啉落去啦。哦，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伫咧南方诶啊。临日靠时，至心定定中啊，用这个净水者照缘发挥，供养着一杯净水，心爱亲像水同款，爱清净平等啦。要不然我们在供养清水，这个净水吼，啊，在供养水太清净，啊，不过我们心无平静啦吼，这爱学哦，这爱学哦吼。所以你即马好么做功课，你对这方面这你都爱了解。今仔既然要来供一杯清水啊，啊，咱都爱像水安尼，你啊清净啊平静，哦，啊，为了平静心安得来发挥。所以呢，供养供养凉水，拢会当啉啦吼，代表讲我接受啦。认真来学习的艺术啦，水有洗净这个污染的一个功能，所以呢，贪嗔痴就是污染嘛。咱的无量寿经典观就教着咱吼，洗心易行啊，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清着咱的心，改变哦，着咱的这个错误的行为。咱若去阿婆的宫殿遐拜拜，阿遐都有迄个，这个咱的。阿母的这个慈悲的这个加持水无吼，咱就会当个提当个啉啊，哦，爱当提当个洗，啉落了后啊，洗清掉咱身体内面的遐污秽垃圾就对了，以清治弱啊，哦，伊是讲治浊的意思就对了，哦，以净治邪，降邪断浊，治水为精啊，所以咱知影这个代表法，伊毋是讲逐工你咧啉水，啊，降水就是咧开智慧，毋是安尼啦。大家在那里喝那个净水，啊，你如果把那个不平的心，把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把洗成清净心，这样不知道能开智慧，就像人说，哦，喝中澳水，啊，净佛的水起来喝，这样好啊。但是你喝那个净水，你自己本身就没有清净，没有平等，这样，啊，你要怎样开智慧？所以每一天在喝这个净水，你嘛是同款个贪嗔痴，嘛是自私自利，哦，对不对？嘛是智慧无好未开啊，啊要安怎开？业障要安怎来消？所以要知影这个表法的义处。今仔啉水唔是讲我放个啉都唔是安尼啦。今仔我若去阿母的家庭，啊遐慈悲水我摕一罐起来，哦啊甲阿母求，哦啊我啉这个净水，啊就是要给我安尼身躯顶安。规内面、体内面净污落，挂垃圾净净污出哩。咱家己本身就要有一点心落呀。哦，啊，就万个你要自私自利啊，咱就要开始啉下水落，开始要做改变。你我叫我大便无是无可能的，是你啉水干尔。哦，安尼我讲安尼，咱就知影去到倒位拢同款。哦，无啉净水也会使真啊。啊，啉净水这个代志，就代表讲，表示讲你已经有出
你的心情的心啊，你敢你唔得想要来啉遐强水？覆水忌避，寻五星酒吧声音梦语及诸杀害。一七日黑三七日，修这个烦恼不但爱修十善业啦，也爱断咱的五心啦，肠啊、酸啊啦、韭菜啦、小蒜、洋葱啦，这五项哦，这五项物件拢爱断，未使吃。说一七三七是咱的克己求精啦，唔盲讲你这个日期内日程内面会当得到这个感应。所以业种真重的话，三七日未用的啊，一般都要三个月才会看到效果啊，对不对？所以呢，六个月效果当然上明显了，半年啊，年岁大的人哦，也当恢复到伊的记忆力。所以你听过一遍的这个物件，一礼拜内一个月当记一点。那我说你哪样什么功课，你只要有照做的话，以后人讲什么，你当时你就记一条。会当达到着这种的效果啦。如果你若深信不疑，你真精诚、真诚恭敬的心来修，那一定就会有感应啦。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水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以是人处受灌顶水，机人梦觉，即刻聪明，应是经典一零二经，即当应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啊。即、就是讲，先望到地藏菩萨心力跟加持啦，啊，你的智慧开啊啦，有人求求就求，求未当通去感应啦。啊，你拢是精神不正嘛，啊，都精就是爱专一啦，神就是爱心静啊。啊，无我你都求未关，未你都不足啊，你未求未感应就是安尼啊。所以有人听了到这部经，伊无多通去缓解，伊心感官遐尼啊急迫，加啊长焦啊多。只是在我们这个佛菩萨的面头前，作心心心意来求哦，处事待人接物你嘛是无老实啊！你啊求无效，咱生活当中要较老实嘞。我逐天在节目当中讲讲，做人要较实在嘞，较老实嘞。啊，无你求未到啦。你佛菩萨的诶，这个形象的头前，落一点啊，咱的诚心离开佛菩萨了后，含大众接触着你歹的习惯都搁起来啊。有个人拜拜好，哭哭做个哭的，啊，出来到外口就开始累，开始哭啦。迄恶念又搁起，烦恼是脾气，伊就起迄念啊，你就救未到啊。所以佛处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乖愿，迄道病疾，迄道凶衰，家体不安，惯俗昏散，迄诸坏事，多来粗心。岁梦之间都有惊怖，先将咱一切不如意的这代志记几个例啦。衣食不足，求者乖愿，就是讲咱即卖现今的世间灾难遐尼真侪啦。这就是咱众生无始劫以来所积的这恶的习，这个恶业啦，所感召的就对啦。所积的这习恶业嘛，所感召的。衣食不足，就是咱世间上个痛苦的代志。既然咱发心要来救灾。这只是地标无地本啊！伊今日这顿食食后一顿一堆，所以分伫这所在咧教训着咱，这就是咧地本啊！哦，地本就是迄个根本的救济啊！家体不安，惯俗分散，导咱到别个所在去哦。意思就讲，导伊逃难嘛吼，导咱这战争啊，有诶无诶，走去四国去啦。坏事就是讲意外灾害，无代无志啊！哦，由此宿世之根贪，只有今生之后患啊！咱若过去生曾经修五戒十善，由这个因缘引导着咱到了人道来投生，咱会当来得人心做人。哦，这就是因业。虽然得这个人心，每一个人富贵贫贱无同款啊，好业善无同款，好福也无同款啊，这叫做魔业啊！所以宿世做咱这善业，这世人就得到这个福报。啊，前世人做善业，这世人来有得福报；这世人做较济，后世人你嘛该好过啊。衣食丰足啦，所求如愿啊。宿世做，那是做恶业的话哦，这世人就爱来做乞食，千谈的贪无人食啦。哦，愿求不遂就对啦，做有就真济只艰难困苦安尼啦。哦，时间的关系，今日讲我做到这，咱就要做会哦。张伟人就请，张伟人就讲，愿意出功德，回向出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这样哈，那个做了头脑想想就点可以。
男女对我就天天这样子给说的呗。关了，多少？第二遍，男女对我就天天这样子给说的呗。关了，多少？第三遍，男女对我就天天这样子给说的呗。关了，多少？哼！拖出来这里吼，一定要把体内里面的废气啦什么全部吐掉。心肝我能不帮吐掉，身躯顶所有病症拢该吐掉。尤其是咱心肝内，你无论什么人，你不管什么代志，发出去算了，当作无这件代志。你叫我多过一天少一天，啊，不然因果面前准备怪生，食药袂好，大家拢忏悔，大家做功德在咧回向。精气输入袂用，咱关心肝的病症，算了，你去甲医治。一天几遍拢无要紧，只要你有时间，什么事情拢在这里起来都能可以吼。张文杰的供养的人，诸菩萨，那么阿弥陀，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甘蔗处，甲今日这个功德回向的事情啊，公阿妈，电视机前空气许多好朋友，注意身心大德，注意菩萨，注意善事者，回向了万千借助的金刚的心顶恶业，回向了万千借助的金刚的心顶的病痛，底下供养的诸菩萨用的力，不可数的无量力量来加持的面前去背地，好咱电视机上前有真济的供养的朋友，真济的菩萨，你们了得你所加持的，身体得健康，出来多多谢谢平安，大叹气。那侬地方村那边，那做菩萨请拍开，他就是先干的。这侬是三岁五岁个吞，未十只关节，爱几只咯，吞几岁，没那么久，阿弥陀来请。就把那看在哪里，就把看啥在哪嘛，阿弥陀。种种灾厄如灯化，斑斑祸患似水消。佛愿母娘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鹅阿廖李大姐在背歌，故乡的月。
首先望咱大家一对虔诚一心，来向咱母娘感恩，母敬要敬。